第18节附加电浆技能及辅助搭配。我们通过前面的学习呢，了解了敌人身上的电浆越多，平 A 越痛后，然后再需要了解的呢，就是己方队友对敌方英雄施加的定身效果。这个定身效果呢，包括哪些？英雄联盟中有两大类控制，一呢是击飞眩晕的硬控，二是减速沉默类的软控。定身效果呢，就是让敌人无法自由移动的所有硬控。下面呢，给小伙伴们列举一下。在实战中时呢，就可以知道哪些队友的技能可以为我们附加电浆效果，方便我们触发满层电浆和快速出场。常见的硬控呢，有击飞、击退、禁锢、眩晕、压制、魅惑、嘲讽、恐惧，还有几个呢，只有一个英雄独有的可以为卡莎附加电浆的技能，比如露露的变形、蛤蟆的吞噬和佐伊的睡眠。再给小伙伴们列举几个不咋常见的能附加电浆的技能：巨魔的 E、 奥恩的 Q、 鹰鸟的 W。了解到这些后呢，以后对局中如果出现这些英雄，可要留心好他们帮忙附加的电浆，这些控制效果呢都能为卡莎提供一层电浆。注意是一次控制呢就能叠加一层，比如有的英雄一个技能可能会有两个控制，比如锤石 Q 它会有眩晕和强制位移，维恩的 E、 波比的 E、 E 到墙体呢都会有强制位移和眩晕效果，但他们都只会为卡莎叠加一层电浆。但乌鸦的 E 和被动是两个技能，所以呢可以一起是叠加两层电浆。当然的前提都是命中敌方英雄后，不管是天使的无敌还是宝石的无敌，甚至于千珏的无敌，电浆都会继续存在。所以我们在范围内没有其他可攻击的目标时，可以把电浆呢都打几层，但不要打爆，等待无敌效果的结束后用高爆发的满层电浆更容易击杀掉敌人。此技巧呢同样适用于维恩、纳尔这类需要打三环类技能的英雄。对了，爆炸果实呢也是可以附加电浆效果的哦。如果是我们自己或者队友点击爆炸果实炸到了敌方英雄，此时敌方英雄身上呢也会被附加一层电浆。提醒一下，只有 W 命中后的敌人才会提供视野，不管是自己的平 A 还是队友的控制，对敌人附加的电浆都是不会提供视野的。敌人带着电浆逃离视野后就无法追击，从而错过机会。所以呢，我们九级后一定要把黄色饰品换成蓝色饰品，蓝色饰品的远见效果比满级大招的范围都要远上很多，一定要养成九级换远见的好习惯，相当重要。辅助搭配建议，卡莎呢其实是一个对辅助不太挑剔的 AD， 联盟中几乎所有常见的辅助都可以和卡莎搭配，但我这里呢还是为小伙伴们推荐几个更适合卡莎的辅助，毕竟下路是双人线，况且呢大家在和自己的小伙伴双排时，合理的辅助搭配线上胜率会更高。控制比较多的英雄当然是首选，可以帮忙叠加电浆提高卡莎的爆发能力。所以硬辅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牛头、日女和泰坦。不管是牛头的 QWE、 日女的 EQR 还是泰坦的被动 Q 与大招，他们的控制呢都能为卡莎直接叠加三层电浆，让卡莎可以轻易打出爆浆效果。搭配这样的硬辅，如果进攻时机把握合适，很容易在线上打出优势。因为时间原因呢，就只给小伙伴们介绍一下硬辅一哥牛头的符文。主符文呢当然是坚决系的余震，接下来的爆破和生命源泉二选一。爆破是和敌方下路比较弱势，我们可以快速推线摸肚层拿经济，生命源泉呢是和敌方下路压制能力较强，牛头控制敌人后 ADC 的平 A 可以回复血量，调节复苏之风、骸骨肚层三个符文都适合牛头，任选一即可。最后呢，选择过度生长，增加一定的坦度。敌方控制较多时，也可以带上坚定。牛头呢，一般都会闪现开团，所以也是比较实用的。副系符文选择启迪系，海克斯闪现是必点符文，饼干和小兵去置器二选一。敌方消耗能力较强，就带饼干；敌方推线能力强，就带小兵去置器帮助推线。自主属性的选择呢 ，CD 护甲和一个魔抗。敌方下路呢，没有魔法伤害，可以带生命值。软辅推荐露露、莫甘娜、风女。他们虽然没有硬辅那样强力的三个硬控，但他们呢也同样拥有可以帮助附加电浆的技能，露露的 W 和 R、 莫甘娜的 Q 和 R、 风女的 Q 和 R， 并且他们的护盾回血和保护能力都能让卡莎被敌方突进时起到优秀的反手能力，在优势时让卡莎的战斗力得到质的提升，让卡莎劣势时呢也能发挥他自身的实力。当然宝石、锤石、洛、布隆也是非常适合卡莎的，不管是线上的护盾还是回复，都可以让卡莎在线上不会陷入被动。 E 技能的控制和大招的无敌更是可以让卡莎进场时附加眩晕效果，还能无压力输出 2.5 秒，一个优秀的锤石玩家带给卡莎的保护和控制几乎是完美的。卡莎可以配合洛的稳定强开轻松切入后排，布隆的 E 技能的坚不可摧及被动震荡猛击让卡莎的生存能力达到极致。软辅的符文小鱼哥哥这边也推荐一个，
露露的符文：一、主系艾黎，法力流系带，魔法伤害较高时可以选择无效化法球，超燃加焦灼。副系呢，坚决和启迪都可以。坚决中爆破、生命源泉、骸骨镀层、复苏四选二。带上生命源泉，露露 Q 到敌人后呢 ，ADC 的平 A 也会回复血量，也可以触发香炉哦。启迪中的神奇之鞋、未来市场或者饼干、新界洞悉，点神奇之鞋和未来市场可以让辅助呢把经济最大化，早点出香炉增加 AD 的输出能力，饼干和新界洞悉让露露线上消耗能力更强，增加线上压制能力。自主选择属性呢，第一行选择 CD， 第二行选择一个自适应加成，增加线上消耗能力和护盾厚度。第三行根据敌方下路阵容进行选择，万金油生命值 AD 较多护甲， AP 较多抹抗。二、主系守护者，爆破、生命源泉二选一，骸骨镀层加复苏。副系呢，巫术和启迪都可以，启迪不变啊。巫术中法力流系带、超燃、焦灼三选一，自主选择不变，同第一套符文。下路是两个人的线，自身的实力固然重要，但和辅助的灵巧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需要冲分上段时啊，所以小伙伴们可以去寻找一个和自己搭配的小伙伴哦。上分的路途中有个基友加入会更顺利哦。